脏之体。有讲过我们的身体现在是左手向外去引导，右手去跟随，形成一个抡的姿势，一个抡的姿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在做旋转之前，我们要注意三个点。第一个点，我们的脊柱要向上垂直拔高，核心要往中间收紧，然后呢我们的大腿内侧需要去往中间去夹紧，就像这样中间去夹紧，保持一个整体的姿势是向上的。好，当我们去转动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先作为一个反身，让我们的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右斜后的位置，左手去引导，右手去保持我们的跟随转动。我们先转半圈，好，然后后半圈的时候注意我们动力腿去盘旋住我们的阻力腿，就像这样。 OK， 好，注意我们在做的时候最难的点就是在后半圈。当我们在做后半圈的时候，我们的左脚千万不可以怎么样，还是绷得直直的，要稍微放松一点点，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螺旋住的姿势。 OK， 好，再看一次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上身先去引导，然后右手去跟随 Z 回到我们的正面。